他不是有天劫和凤凰两种血脉，他在未知的腹中不断的吸收他的灵力，导致他输给魏凌月，连他母亲也因此而死。都是因为你，让他的心神就要堕入魔道。 你要去见他？你要去见他？你凭什么？凭你之前跟他说过的那些花言巧语吗？ 告诉你，如果继续让胎儿在他腹中吸取灵力的话，那胎儿诞生之时就是未知丧命之时。现在唯一可以救他的，就是花荣。 只有什么不测的话，我要你和天界。